第1万次成员直播，真的假的？谢谢陈阿森，哎呦，你知道我今天走什么风吗？忍到明年才哭，冷艳，哎呦，你猜到了，我今天就是谢谢陈阿森的芒花，我今天就是，我今天在练习那个冷艳妆容这样子，我今天谢谢陈阿森戳戳你，我今天在练习冷艳妆容，然后画的意外的，我觉得成功。谢谢福福猫戳戳你。嗯，谢谢花生的漫画。哎，哦，不，陈阿生。哎，陈阿生快送，我都讲了。对，谢谢福福猫。对，反正我今天在练习。谢谢陈大森，哎，不是戳戳你吗？哎，我讲哪啊？对，我今天在练习，因为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之后可能会就是来试试冷艳风格的，然后我今天就在尝试，我今天就在练那个，就在试试看冷艳的妆，然后就我觉得画的还蛮成功的，就画的还蛮成功的。我想说啊，既然那么成功的话，那我就来打扮一下，来搭配一下这样子。谢谢幸运的戳戳你，哎，乔纳森，你嘞？没有看到你，你给？哦，我看到，谢谢乔纳森的戳戳你，啊，太好，30个，希望今天能到20个。好，就是这样子。我今天妆很不一样，我今天就是我今天真的是我第一次化这种妆，就是这种那种特别比较黑的那种，对，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妆，看起来比较杀气比较重的妆。虽然我本来长得可能好像就杀气还蛮重的，我还卷了头发哎，但我发现我卷的够烂的，我卷的超烂的哎，就是。根本就看不出来我卷，然后反而卷完还看起来就乱，你知道吗？就是啊，我卷的够烂的。对，我有卷头发，然后就是卷的很烂，就对。今天眼睛还特别大，我画的啊，对啊，我就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画这种妆，就是真的就是把眼睛放很大的那种妆，然后又比较黑的那种，看起来比较凶狠的那种。对，这是画出来的。我今天眼睛那么大是画出来的，这都是可以画出来的，你知道吗？都是画出来的。对，厉害吧？哎，化妆真是太可怕，化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长相呢。谢谢德全戳戳你。啊，卷的不错吗？谢谢，谢谢。然后，哎，你们就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还是你们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你们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那我就要来讲一些东西。嗨，卡丘开放发文啊，好，现在开放发文了。对，我刚刚没有什么在看留言，我刚刚还在欣赏我的美貌。好，我现在你们现在开始可以问了，开始问吧。讲完再开始发文。为什么要休息？我要出国读硕士。嗯，要宣布什么呢？哦，对啊，就今天怎么那么漂亮？今天因为我之前说我要画那个冷艳的妆容嘛，然后我今天就试着练习画画看冷艳的妆容，然后
结果就画的还蛮成功的，所以我就想说既然都画那么成功了，那我就来打扮一下这样子，所以今天特别漂亮好不好可以吗就多久一年多，就是确切时间其实我也不确定，那还是要看到时候怎么样，反正应该不会到两年，就是我应该会比较快，对，应该就是不会到两年了，就大概就一年半左右吧，不确定啦，反正你们大概有个底，大概知道就好了。不是工程相关的，我选择不同的系读。好，有什么问题吗？哪国不能透露这个？我念哪一种的？我念应该算商科吧。之前都笑你不能准时毕业，现在希望你念快一点。英文太烂不敢出国，我英文也很烂啊，所以就是要练习。哪一个国家？这个我不能讲，对。哪个国家我不能讲，所以就不用问了，对。要集200个，哎，对，我要集200个，抽你要帮我集吗？哦，我175个了。啊，是啊，哇，那我漏算一些。美国的话我就会讲，因为美国就是很大众嘛，可是反正我这个不能讲就对。啊，希望今天能集到200个。很远吗？没有这么的远啦，但是也没有很近啦，就是哎，好啦，你们就不要再猜我的地点了，这个我不能讲好吗？大家各位，讲英文的地方哦，是啊，讲英文，不要延毕，哎，对啊，如果我延毕的话，我可能就要两年多才回来，应该不会啦，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一年可能。就是我顺利的话两年内一定可以搞定的，对。如果延毕的话可能就两年多了。祝我不要延毕了。对，你们不要猜了，我不会讲，不能讲的好吗？不要染疫，不会啦，我都打疫苗了。小的时候英文真的、哦、好啊，来啊。疫情那么严重。因为我已经，你知道，我已经大学毕业了耶，就我现在就是大学毕业了，然后，对，然后就没什么了，就这样子而已，就也不能一直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还是得那个规划一下嘛，对不对？谢谢翁若琳的戳戳你。哦、我希望今天可以集到我的开花花特效，有可能吗？大家会有 vlog 吗？其实我原本有就是跟公司提说，就是想要继续用 IG， 就是想希望可以继续用 IG， 只是后来就是可能有一些原因吧，反正后来公司是说不行，对，所以就很可惜。我出国的这一段时间是没办法更新 IG 的，对，但是我会多拍拍照，我应该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也是会拍拍影片，到时候就可以发出来这样子。哇，好多戳戳你，好开心啊！哎，你是要帮我达成那个今天提到开花花特效吗？哇，谢谢强大森狂送戳戳，耶！戳戳你，看也不能看吗？哎，这我不知道啊，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可能要。就是再接近一点，我才会知道。哎，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几个了，就这样没了，谢谢。可是我不知道几个哎，怎么办？谢谢吉米做 Popcat。我现在是还差几个、啊？2、3、4、5、6、7个是吗？那我剩几个？
剩十七个吗？那算没关系，等你回来后洗版。去公司转交给我，现在当然可以啊。哎，你们就是有要给我什么东西，或是要寄什么信什么的，就是这两个多月就是进口，就是先寄一寄，不然到时候你们如果可能今年底甚至明年才寄，那我当然是拿不到的、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想寄的话，就是可能最好是在十二月前要寄啦，比较保险。明年年初，对对对，差不多，嗯，是的。哎，四公选奈，没考虑过国内研究所吗？曾经是有考虑过啦，但是也没有特别在准备，所以就后来就算了。戴口罩戴好，当然啦、啊，一定的，我会戴口罩的。驾照哦，驾照有啊，我早就考到驾照了，不是吗？181个，哦，181个，哦，好吧，那是19，我那个多算了。我可以跟你告白吗？你可以啊，大家都可以跟我告白的啊。谢谢汪汪洛里的求求你啊，太好了，不哦。谢谢。哎，是啊，刚好变17个了。谢谢谢谢洛里，换国际驾照，我有在考虑哎，要吗？可是我又觉得我应该不会开车吧，到那边就是我没事，应该也不会自己开车，因为我应该基本上对自己开车好可怕、啊，我会怕，我应该不太敢自己开车。可以的话，可能尽量还是就是可能公车，我不知道还是什么的，就是大众运输工具，不太敢自己开车。可以教我们太想你的时候怎么办吗？太想你的，太想我的时候，太想我的时候就多看看我的，不是、啊，哎，太想我，你们这个月升写真，下个月升写真，下下个月升写真，还有那么多机会，多买一点。每天看一张，每天看一张，每天看一张，有没有？不然你们去看四宫选男好了。尽量自己开车吗？哈，好可怕！哎、欸，我有点啊，好可怕、哦！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就是真的自己上路过、欸，哎，都是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然后就是一直叮咛我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靠边一点，要什么什么，好可怕。谢谢苦酱，说说你公演会有会参加到十二月啊，我就是到十二月底嘛，对，就是十二月底，对，所以都会。我爱你，我喜欢你啊，谢谢谢谢伟娟大师，我也喜欢你哦。国外比较好开车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过。我没去过。哎，乔纳森，我有一件事很好奇，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就偷偷的问一下，那个，我是不是就是连一张票都没有呢？我就好奇这个，我是连一张都没有吗？你不好意思讲没关系，你可以私讯。就你不是在那边讲，我就想说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连一张都没有意思吗？这样就还真有点难过。啊，难过，有点的难过。不是啊，就是你知道，我虽然不强，我不求多，我也没有求要多好，但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张至少就感觉哦，你还是在乎我的，就是还是在乎我的，所以就是至少会给我一丝一丝这样子，好吧？没关系，没关系，不知道说什么，没关系，我也哈哈，我也没关系 ，OK OK， 没事。啊，卢卡 ，Hello， 我就很好奇啊，不能骗我啊，那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嘛啊，真是，哎，算了，没关系。
信。今年结束前合照会应该没有吧？我不知道哎，应该没有吧？握手会都明年了，是吗？我不知道，应该没那么快吧？感觉如果会有的话，应该要宣布吧？不知道，不要哭，我没有哭，我今天是冷艳风呢，我今天是帅气走向，我不会哭的。然后啊，对，我还有一件事要讲。算了，那个等一下再讲，那个要酝酿一下情绪。那个晚点再讲。握手会明年二月，哦，明年二月啊，对啊，那就没有了。哦，原来你们知道握手会明年二月啊。我以为你们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再待两个多月嘛，就是我也快走了，所以就是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想问我的问题，可以就是快点问一问，我会选择性回答，不要太夸张的，我都会回答啦，就是对，你们真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快点问一问，就是趁我走之前，在我走还有开直播的时候，快点就是能问就问一问吧，对，啊，然后还有嘛，就是有人提到说不知道我那个，我也不知道这该不该讲，反正就是。有人提到说，不知道我看到那个排名的感觉是什么。那好，我回答你一下，就是看到那种排名，除了心酸还能有什么呢？对吧？啊，可能还有对自己很失望吧，这样子。这大概就对，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时候的心情。好，我回答，就这样。大家不要太沉重。其实我原本很不想讲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该把比较负面的气氛带给你们，但是既然有提到，那我就还是讲一下，就是这样子。可以问个吗？可以把我打包走吗？可以，打包带走，直接带走，可以的。我会把你给我送我的，不是，我不能讲，反正我会把你们的心意都带走的，对。我爱你，谢谢。为什么一直告白？谢谢。好，很突然的一连串的，我爱你，谢谢你。哎，上庭，我的卡牌呢？没有啊，开玩笑。需要什么食谱吗？可能有就是。比较简单方便比较快速那种吧，就如果到时候就是可能自己煮可以快，就是快一点那种。没有开玩笑的，上庭不用开玩笑的，我只是刚刚想到舍不得你离开啊，不要舍不得啦，拜托，还有两个多月，怕什么，还早，还有两个多月可以在那边哈拉 OK 的。那还挺好的，谢谢。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想讲我有一件事想讲，就是我们先来聊聊，看到就会想起你，当然，一定的。啊，再让我有犹豫，再让我思考一下，握手会握不到，没关系，我回来之后肯定还有的吧。对，我突然想到，就是我看到有人问说我会不会就是不回来了，怎么会这样想啊，我就只是去读个书而已，
我跟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回来的，好吗？就是我看有人说会不会，我会不会就是可能直接毕业或什么的，不会啦，你们真的是想太多。我跟你讲，不会的，不会毕业的，好吗？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放心，一定会回来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会不会直接毕业什么的？我跟你讲，真的不会，我一定会回来，好不好？会回来的。我看到有人在那边就是说我会不会直接毕业，我跟你讲真的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啦，一定会回来。嗯，我说好多次一定会回来，对，相信我吧，一定会回来的啦，真的放心了。比较敏感是不是？哎呀，不要担心，不能说谎，不会啦，真的会回来的啦。我干嘛说谎啊？我如果就是不会的话，那我现在就不会讲了。中式料比较多，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嗯，我觉得我可能会一直吃泡面吧，怎么办？谢谢亲。粉丝团剩二级，谢谢。对啊，不用说谎了，我不会说谎，放心。录下来要确定哦，哎，真的不会啊，哎，不是不会，我会，我一定会回来的。不会什么，真是，我一定会回来的啦，不要想那么多，一定会啦。你不回来，我就每天穿特工服去桃园机场啊。但其实先等等，我就小剧场了几天。哎呀，别难过，我才要难过吧，我才要难过吧，真是啊！哎，我不仅要难过，我还要担心哎，我还要担心哎！你们就是，你看你们这些都有点花心的，我才要担心你们会不会我出去个。一阵子哦，你们全都变心了，这样子，然后回来之后就哎，奇怪，我的怎么直播空荡荡，大家都跑了，我才要担心你们都跑光光。啊哦，你们这些好像也不是很专心的人，似乎有点花心的大家，我才要担心你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就啊这个好可爱啊那个好可爱，然后就跑掉了，哎。我比较担心，不会毕业是指硕士 ITP， 你说呢？应该很多人变心，对啊，对不对？我也觉得，那怎么办？哎，我也觉得应该很多人变心，其实也没有，也没办法，很多人啊，原本就没有很多，哎，没关系啊，没关系，你们高兴就好，不用看我，我不是什么哦，你不是什么？你说你本来就没有推我吗？我知道啊。弟弟是大爱。好，要先学会拿刀。我会啊，我会拿刀啊，我都有自己切过。什么啦？啊，我以为你要表达的这个，你本来就不推我，所以你没有变心的问题，是吗？我以为你要表达的这个，对自己自信点可以吗？我很想啊，但是你知道这种常年累积下来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小两颗人气，我也很难一直保有自信，好吗？嗯，说不定回来变更多粉丝啊，如果是这样的就好了。我转推的话，你可以烧了我，好可怕，哦，不要啦！从别人花心过来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对对对，这就没问题。嗨，阿翔。我放假准备考大学，我要出国念硕士，对。哎呦，这脚架怎么又有点不太稳？
哎，有红包哎，真棒！说那么难啊？没有吧？我觉得我实话实说，没有难听啊。我不会气推跟转推，只会正推。那你到底有没有推我？其实我还真不知道。你有推我吗？因为你的名字后面没有我，没有我的小李子，所以我以为你没有。你啊，要很久，对啊，要一年多到两年之间这样子。哎，我这个真是画的黑黑的，然后这边都有点黑黑的，感觉黑眼圈变更重。哈哈，海龟寿司，哈哈，对，我变海龟啦！别小看我两年可以存到的钱，加油！我都是真推的，可以啊，可以真推 ，OK 啊。两年看来可以存不止五分之一，我主推你，选我啊！开心，谢谢雨瑞，耶、yeah, ，好棒。嗨，坤坤，你回来之前我就考上了，恭喜，先恭喜你，对，先恭喜你考上，你可以的啦，你一定可以考上的，加油。对啊，加油，可以的。谢谢千羽的盲夸，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就差不多问完了？表弟五月多去美国，真的、哦？读书吗？我要你在握手会上面恭喜我。好，可以，可以的。先恭喜一次，到时候再恭喜一次。哭掉整部，为什么要哭？我到时候都回来了，还有什么好哭的？真是的，不要哭。哎，所以你们怎么就是对我都忘记我今天那个？对啊，我今天的风格冷艳风哎，结果突然发现大家好像都没有很关注这一个点。你们觉得我有画出冷艳的感觉吗？有吗？我觉得还蛮冷艳的啊，没有吗？弟弟一脸嫌弃的看着我，没有吗？我觉得我蛮成功的，我觉得有冷艳的感觉吧。对啊，我今天妆，我今天整个打扮是就是走那种冷艳 style 的，没有感觉吗？啊，哎，我今天妆化两小时哎，傻眼，我今天妆化了超久，我在一直在就是。研究就是在那边画画涂画画，又擦掉又画，又擦掉又画，在那边一直想要怎么。你要画冷艳的话，那我觉得还眼睛的地方可能没有画好了。啊，我最花时间就是眼睛的地方哎。你眼睛画的比较没有冷艳。没有啊，你这个是本身就是不是画出来的。哦，这什么风？我打字，只有普通的化妆。啊，真的假的？哎呀，你眼睛没有画出来那个样子啊！哦，哈，是吗？我觉得我今天还蛮冷艳的感觉。你高兴就好，没事。担心你出国的风险，还好啦，不会啦，放心。不冷有艳，不冷哦。可惜。我是有感觉出来，有化妆，眼部有下重手。对啊，哎，我眼睛部分真的是画的很多哎，就是比我平常还更多。现在有点冷，
冷艳台词啊，有什么冷艳台词啊？我不知道。所以冷艳台词有什么？我只知道抖 S 女王。你抖 S 女王都说什么？说出来不好听的。啊，真的。而且很难在我的嘴巴里说出来。冷艳台词，祝你明天生日快乐，明天再祝你生日快乐，我明天也有播。谢谢青云的戳戳你，哦耶，谢谢，有冷艳感了，真的吗？我明天有啊，我明天有啊，诶，有吧，没有吗？嗯，诶，诶，等一下，诶，诶，诶，我明天没有，诶，我以为我明天有诶，傻眼啊！好，那我今天先，我今天好，我今天先祝你生日快乐。我有一直以为我明天有播诶，天啊，我记错了。我一直以为我明天有播诶，傻眼啊！对，我现在说，现在说。哎，别下，我还没跟你说生日快乐。等一下。哎，是刚刚是几个？这样吗？哦，哎，是我记错了。尚婷，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你说冷艳的祝你生日快乐，我想想，好，哎，生日快乐，哼，又老一岁了，哎，啊哈哈，好尴尬，我的冷艳好烂哦，怎么那么难啊，讨厌，真的是，哈哈哈。好难哦，这个要那种冷冷的神祝祝你生日快乐，有点难。生日快乐，桑婷，生日快乐！啊，我还是走可爱的，好了。猜你是可以猜啊！生日快乐！哈哈，哈，弟在旁边听应该快吐哦，真的吗？他没听到没关系，有点傲娇感，要两年听不到了，没有吧？其实应该不会，我觉得第二年应该是可以听到的，这是冷艳，不是女王。哎呦，我的卷都不见了，我原本有卷的都没有了，哎呦讨厌，技术太差，拼一次少一次，很快就毕业了吗？应该会在上庭的后年的生日前毕业吧，那我说那个学校，不是 TTP， 对，不要担心，谢谢福茂戳戳你。没有，他们说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毕业，就是学校，我说后年上庭生日，应该就会回来了。真的很漂亮可爱，哇，谢谢你。至少2023，这是肯定的啦。
我要出国，是啊，对，研究所结业不就好啊？刚刚你们不是说毕业了吗？刚刚是谁？对啊，想到他都很快就毕业了嘛，那我就顺着说毕业了。哎呦，啊，什么之后会回？会啊，会回来，会回来，我会回来啊！你们放心，我真的，我真的会回来的，真的，真的，我会回来的，对，我读完就会回来的，我不会直接，就是我不会不见，好吗？对，我会回来，我会回来。后年回来当生日礼物，恭喜你，谢谢谢谢谢谢深深的追踪，也太厉害，也没有啦，也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其实我们决定的很临时，就是对，就我生日后，我生日过后才决定的，对，其实还蛮仓促的。I'll be back， 冷艳的说 ，I'll be back， 啊，好好笑，讨厌，怎么尬，这么短时间。是啊，还蛮临时的，其实。突然间意识到啊，我毕业了，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人都要变胖？有，很明显哦，在我们家都变胖。是啊，真的变胖。我狮子座，哎，对啊，我是狮子座的。你金牛座，哎，弟弟也金牛座。嗯。I'll be back， 除非是浑身肌肉才说出来的。为什么？不管选择哪条路，我都会支持你。谢谢你。啊，直接在美国，哇，直接在美国过一辈子，是不是？哎，这真好，不错啊。不给用 IG 哦。嗯，因为我跟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是很，就是我比较临时啊，那人家是就是比较早就讲好这样子，所以就还是比较不一样。对，迪在打哈欠吗？是吗？是啊。我其实真的喜欢你这种乖乖女孩子，谢谢你，祝你顺利，我会乖乖等你回来的，谢谢。有可能超过两年，不会啦。哎，你拜托，不是，哦，你们要想着我可以顺利毕业好吗？什么有可能超过两年？你们这已经是觉得我会延毕了，是不是？太坏了吧！哎呦，不会的，我一定可以顺顺利利的毕业。不要这样啊！我鬼终结者的台词啊！信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你老了，我也老了哦。我两年回来是挺老的，如果真的两年。两年，24岁，啊，有论文，有难度，啊，难度不低，哇，很难，啊，哦，哎，你们越讲我越担心了，我会不会真的眼闭？哇，啊，如果真的眼闭的话，那应该，
那真的要，真的可能就要有点，要更久。天哪！练了两年半，我不知道我比较聪明，应该希望有啊红包。哎，善远，谢谢你的红包。为什么我卡了，善远？哦，有了。嗯。谢谢啊，谢谢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的戳戳你哦。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集到我的开花花特效了，好开心，好开心哦，太好了，呵呵呵，耶！谢谢福福猫，谢谢福福猫，哎呦，应该够了是吗？哇，太好了。达标了吗？什么意思？哦，你说特效吗？啊，刚刚有通知，真的吗？哇，太棒了，帮我凑到很多了，谢谢福福猫，谢谢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给我好多戳戳呢。我看啊，哎，我解特效嘞，哦，我的小花花回来了，啊，哎，我终于小花花终于回来了，谢谢谢谢。谢谢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给我好多戳戳你，啊啊啊！红包。啊，没抢到。谢谢。耶！耶！看到没？我的小花回来了。喜欢这个小花花，我的小花花终于回来了。对啊，我喜欢这特效。哎，尚婷，明天生日快乐，拜拜，加油，好好念书，明天生日快乐。今天冷艳逢呢，我太开心了嘛，我小花花回来了，我的小花花回来了，好好棒，好棒。尚婷，快加油，好好读书，明天生日快乐，明天生日快乐，好好读书，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啊，生日祝福，祝你考上，祝你可以顺利考过，你可以的，加油。谢谢深深大叔的星座。太棒了，我的花花回来了。我看下一个啊，下一个要500个耶，好多哦，天哪。下一个是兔兔耳朵，要500个，没关系，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慢慢集。啊，那这就先关掉啦，耶。冷艳配花花，对。下次那个下一阶段慢慢来，还有很多时间。张婷加油啊，500个有点多，对啊，我现在就200个了，就再300个，好多、哦。没关系，我们慢慢来，一定可以的。再300个就500个，对，再300个就500个，没错。圣元数学很好，300个好难，我好不容易才集到200个。对啊，要好多，希望在我出国前可以就是再凑个100个，然后回来之后再凑200个，这样就耶，就可以开启下一个特效。希望我的理想化，对，这就是理想化。那你活该啊，为他那么多水干嘛？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哎，对啊，就是，哎，你英文听讲 OK 吗？好像不是很 OK， 糟糕。英文听讲当然不是很 OK， 但是就是要练习。
休息前有想做些什么事吗？休息前，在休息前啊、哦，也不能做什么事啊、哦。原本是很想要在就是有握手会或合照会这样，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至少希望就是可以现场表演有几次吧，对，就公演嘛，就是至少在我出国前可以现场公演个几次这样子，让你们就是让你们可以就是可以再见面，可以多见几次。我们唱 cover 曲，真的吗？可是我我的程度有点差。啊，卢卡！哎呦，卢卡，我最舍不得你了，真的是。哎呀，卢卡，好舍不得你哦。啊！好想哭哦。昨天陪那个。练舞的时候老师就讲到那个老师就讲到这个月是就是最后一次大家一起跳，就觉得怎么那么感伤啊，好感伤哦，怎么办，有够难过的。你回来可以一起跳啊！哦，哦，可是我回来之后，应该也不会 reset 了吧？应该会换别的公演了吧？就是这一个公演已经可能我之后已经没办法，不会有全部人一起跳了吧，就是对，最后是14个人一起跳，对，不好说。我们相信有新歌好不好，拜托。我们相信我们会有新的公演的好不好。哎，对啊，回来哦，回来又要疯狂练习了，真的是要补的，补那个没练到的部分。等一下，我想有点，我想绑起来。对啊，涵涵也考试。涵涵考完我，然后就换我走这样子。所以，十月是最后一次大家一起。去哪里？不能说去哪里，去多久？1到2年。对，如果没有延毕的话。藏起来吧。哎，多久花？哎，有可能哦，有可能嘞！哇 ，Daisy， 不要 flower sakura， 然后多一种是不是？有可能，嗯。哇，多人变多啊！那我到时候回来不是会不会一大堆都不认识，就一大堆陌生人怎么办？到时候回来，然后大家都不认识，就难过，我都不认识大家这样子。什么？对啊，都很多学妹。我好像还是比较适合走甜美一点的。哎，你看这个花花哦，这小花花真是太适合我了，真棒。啊，有你 Rose， 好笑。哎，有可能的。
这一年都能保住，能身材能保持住吗？嗯，不知道，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啊 ，You are 哦 ，You are You are。对啊，回来就要重学了，比真前辈啊，大家都怼的我哦，我回来之后真的是老前辈，嗯，老前辈。你不想当前辈？不行，卢卡，你不可以。我都当前辈，你要当前辈，不可以只有我被叫前辈。胖一圈，不会吧？有那么可怕吗？啊，只是先回来狂减重，真的、啊？他有胖吗？他感觉还好啊。老前辈，跟学妹一起练舞哦，然后还要请他们教我这样子，请他们教前辈，我这个前辈。我在前辈跳舞不行，哎呀，老骨头了，那到时候跳一跳，啊，跳一跳还要请那个后辈们扶我一把，胖到50，真的假的？看不出来，真的假的？卢卡前辈，卢卡先輩，台湾都力不从心，哎对。啊、哦，对他那边对高热量食物，对，他扶我一下，啊，后辈我前那个学妹扶我一下，哈哈，跳一跳闪到腰，也太惨了吧！哎，我才真觉得有可能，对，哎，三期的、四期的、五期的，扶我一下，快点，哎，过来扶我一下，妹妹们扶我一下，哦，我老了，我不行了，怎么办？啊，妈妈团哦，哎，可恶，不要这样啊！那卢卡陪我一起妈妈团，陪我一起有你妈妈，卢卡要跟我同进退，我进妈妈团，他也要妈妈团，姐姐需要氧气啊。真姐真的是啊，对啊，我回来就大姐姐了，老人了。以真姐，刘佳姐，一起喘，啊哈哈，啊笑死哎、欸，前面脚酸了，哎呦，对，可以叫三奇去买饮料，去买个护具给姐姐穿。什么时候去？今年底、明年初，差不多那个时间。吼吼吼吼！小花花太可爱了，啊！哇，被年轻粉丝喊姐姐，有点心酸。我操，被粉丝喊大姐姐，哎呦，又不是那个什么儿童节目大姐姐。对呀、啊，无糖的，真的。荔枝姐姐跟甜甜圈姐姐，好像儿童节目的姐姐哦。对，搞不好15岁以下。哦，哇，啊，跟我差了10岁，好可怕哦。天
李宝姐姐跟甜甜圈姐姐。哎，我发现有个人改名，想要偷偷看我，但被我发现了。哎，下班啦，下班啦，亲爱的打工人，亲爱的加班人，下班啦，哎，下班了，你下班了 ，Hello。我发现你了，你改名我还是知道你的。辛苦的打工人，不是打工人，辛苦的加班人，辛苦你啦。为什么不跟我聊天？太敏锐了，为什么不跟我聊天？哎，对，而且那个关账宣布我要停的那个时候，你也没有问我的，你都没有，你没有那个，你没有就是你没有好奇吗？就是我为什么暂停？因为我想说，就是没有，就是你没有很惊讶的感觉。我想说还是你原本就有猜到是吗？不然怎么好像很淡定。谢谢啊，既然你要据点，那我就好，谢谢据点的一封信。我就叫你据点吧。先哭再说什么啊！别哭，别哭。对啊，反正我就想说，嗯，怎么没有来？没有很惊讶的来问我。想说顶多休息两个月啊，是这样子啊、哦。面都变咸。哎、欸，你是去哪里的？你是去新竹的还是台北的？缘分相遇，谢谢据点。啊，据成的。啊，结果你后来点什么口味的？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很好听，谢谢。你说武丹先等等的时候，我就先哭三天，真的假的？哎，你竟然那么在，竟然这么 care 我，怎么？算了。哎，出国多注意 ，OK， 一定的啦，可以的。墨鱼卖完了，那你点了什么？妹妹在干嘛？不要以为打过疫苗就 OK 了啊！可是不打疫苗就比较安全嘛。谢谢雨瑞的漫画。哦，渔夫海鲜，哎，我吃过那个很好吃，我吃过那个蛮好吃的，我之前跟我朋友一起去吃，感觉你真的很亲切，谢谢雨瑞的很多漫画，好，护理只有半年，真的假的？哇，不会吧？那我怎么办？不会吧，开什么玩笑，谢谢青云的漫画，你真听不能再穿第二次，可以啊，哦，我回来，不是，我会回来的，哎，
我回来之后还是会有握手会什么的，你们那个时候就可以来找我了。哎呦，为什么好像还是有人觉得我不会回来了？我会回来的啦，我会回来，我回来后就可以啦，就还是可以，还是有握手会什么的，你们还是可以来找我的 ，OK。谢谢漫画，大家的漫画，深深大叔的漫画，降低重症哦，是哦。疫苗很多，应该会有吧？不太可能没有吧？一定会有疫苗可以打的啦。对啊，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要直接变？对啊，你看，你看，卢卡也跟我同款疑惑，为什么大家觉得我要直接毕业啊？好奇怪啊！我跟你讲，真的我没有好吗？我会回来，会回来 ，OK。我会回来的，大家拜托，我没有要直接毕业，真的，你们放心放心放心。谢谢花生的麻花，谢谢生日大叔麻花，明天会好寂寞。对呀、啊，等一下我要没关系，我跟卢卡通话这样子啊，好，我可以就是传给卢卡语音讯息，然后让他放给你们听。就是帮我转话这样子。弟弟来，弟弟你的尺寸来弄了没？谢谢青云的漫画。哟，这是大便吗？感觉是。大便吗？你有管子给我喂吗？你要喂吗？好啊。第一管，因为他最近不是很爱吃，你喂第一管好不好？刚回国没多久，换你出国啊？你真的？你刚回国？谁在传播谣言？不知道。寄信没办法了，今年还可以啊。今年还可以，所以如果有想写信给我的，就是这两个月快点寄一下。对，这两个月可能要赶紧寄一寄哦。我现在还是收得到的哦。有可能言毕。喂，喂，言什么毕什么？哼，可恶！哎。你们都哈哈，你们真的是，初次与你合照紧张到先跑去认识啊，真的假的？直接视频通话，不知道可不可以视频通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毕业。对啊，我不会啊，暂时。那你们有什么想讲的话跟卢卡讲，卢卡到就是之后我走之后，你们可以跟卢卡讲，卢卡再跟我讲。你看我卷的还在一点，还有一点点的，你看我刚刚卷的这边还有一点点卷卷的。什么 Sega 跟比雕一样还在长盘森林的，哈哈。哦，上课录音啊，手机也可以录啊。好啊，我觉得这不错。对啊，我成绩真的就普普而已，真的。对啊，大家都不觉得我会顺利毕业，太坏了，大家，好坏哦。最后直播年底啊，对啊，对啊，我就我是到12月底嘛，所以我的直播就
也差不多就是会到十二月底，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到十二月底啦，嗯，OK 的啦，放心，放心，你那天也很紧张，哈，你会紧张哦，真让我意外，嗨，喜安。天之聪明哦，这我不知道。突然想到洛璃。有些话不方便让卢卡说。啊，是哦，那。有药吗？留十分钟开一个给丽卡的话的时段。我跟卢卡先求婚，他来跟你求婚。看到我白眼了吗？啊？我看到了什么疯狂的留言？哎，你们真的是，你们真的是脑洞大开，是吧？你们真的是很会脑补剧情哦！拜托，闪什么婚什么，搞笑，怎么可能啊？医生都好好看粉丝留言，谢谢。跨年啊，跨年那天不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在了。可以。什么？可以偷吃布？可以偷吃布？哦，可不可以播到？你是说可不可以播到一月一吗？不会，不会，不会，不可能。我，不可能，因为我不会一月一号才走，我就是十二月底，就是可能最后两三。可能十二月最后两天，最后三天，就是就会走，对，不可能到一月一号。最后是直播前几天要说，一定的啦，会的啦。哎，点点点，怎么又变点点点了？据点先生，现在变点点点先生，点点点，点点点，加班辛苦啦。圣诞节，圣诞节还在，应该吧？我看一下啊。圣诞节还在。点点点先生，你也可以，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就是问我呀。你为什么都没有？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对我有什么，就是你都没有想要讲的吗？哎呦，都没有，我这么大的消息，你没有什么想要讲的吗？爸爸有，你去跟爸爸。对，还可以去，对，圣诞节还可以过个圣诞节，对。要不要？忘记你叫做丽卡了，对，我叫丽卡。好忧伤，谢谢 WZI 去送机，圣诞餐会。买，想省一点啊，自己买菜做饭。我知道啊，肯定的啦，哪有那么多钱？拜托，我这一趟就花光光了，之后要省钱了。对，我一定是就是的，有一定是自己买菜做饭，一定是。一定是自己煮的，送到头天锅给我，那我会很感谢。补去年没吃到圣诞大餐，今年会有吗？那天晚上可能不适合小儿子你这件事，为什么？怎么了？哎呦，我知道你加班真的很辛苦，对，就是。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聊聊，
还是你什么时段比较有时间呢、啊？我来，就是好久没有聊聊了，我想说开一个你也在的时，你能跟我聊的时段，晚上晚一点，晚上十一点，那时候你有时间吗？我好久没有好好聊聊了，你也等狮子座的脾气过再问我啊。好啦，为什么要生气？不要生气，乖啦，亲爱的，点点点先生，你对我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真的。我还记得这个特效，哎，这个特效也是你帮我凑来的呢，对吧？啊，可爱花花。这几天想一下什么直播，好的，我想一想，之后直播再问你。吃饭要给很多人很多小费，傻眼，那我不吃了，我不出去吃了，我都自己煮。再一次五点半，要死，那个太累了。等狮子座脾气够，两年后笑死，太久了吧？你有问题了，请说。这样外面也要给很多小费？哈？真的假的啊？天哪！啊，我自己煮，我自己煮。可恶，不管了。我每天都自己煮，可恶！哎，我会瘦，我就会瘦哎，我就会瘦一大圈回来。对，我就回来可能会变更瘦。我都自己煮，对，我自己煮自己煮自己煮。啊！哦、天哪！300台币一次小费吗？我一餐都没有300。真的假的、啊？天哪！去海外回来还没看过变瘦，搞不好我会变瘦啊！那天卢卡直播没跟到，进去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明年的原因啊、哦，你已经知道了啊！不要难过，亲爱的点点点先生。我知道你很喜欢真真，但你应该也蛮喜欢这个真真的吧？我拜托，也就是分一点给这个真真，分一点爱给这个真真，好吗？哦，回来厨艺变好，好不好？对，你的起床铃声，我对，我跟你讲，没有我。嗯，我想想，我11月再开一个特别时段，可能不是那么早，可能也不特别，对我来说蛮特别，就是可能晚上11点到12点这样子，对，来开一个比较晚的时段，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给你的铃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给你的起床铃声了。交换哦，没有，我是研究所，对。自己种菜，啥呀？啊 ，Uber Eats 薪水靠小费，真的、啊？外国的 Uber Eats 薪水？啊，那这样还会有很多人点外送吗？啊，已经够瘦了。哎，什么真真是蛮可爱？哎，这个真的不可爱吗？可恶！哼，你说说，这个。这个真真不可爱吗？你在说什么？死掉了！啊！死掉了！我去看。嘘。对，真真也这个真真也需要关爱。
我啊、哦，外面哦，你还在外面吗？那没关系，你先忙，你先回家吧，在那个对路上小心。我们晚点再聊，没关系的，没关系。啊，真的已经习惯了，是不是？哈哈，哎，对，搞不好打工外送哦，打工外送送一趟可以拿300块小费啊，还不错，还不错，不错。外国服务生也是靠小费。啊，天哪！哦，好，我就要去打工了，怎么办？啊，我要半工半读。怎么这样？不要，我自己煮啊！我自己煮，自己煮。用心读书。趁读书赶快回来。你给很少爱白眼，我要自己煮了，自己煮东西。我想想，我需要吃什么东西？电磁炉。对啊，那哇，那我要带，我要带一些可以煮菜的东西。哎，真是的，什么在外面吃饭，小费18%，太多了吧？学校当助教，噪音消机，我哪有空那边那慢弄噪音消？去美国饭店都不给他拿，拿哦都不给他拿，省小费带个电锅，打白眼我不会输的，哼。给我白眼，还你一个。我以为你知道气的点，其实就算不知道也不要讲哦。啊，哎呀，好啦，没关系，我等你消气再聊，好不好？不要这样。蔬菜种子。我到底是去读书还是去种田的？心情真低落，雨瑞。谢谢雨瑞的玫瑰，不要低落啦！啊，有点担心。哎，对，我的洛梨牛奶，我洛梨还在冰箱里，突然想到，真的是，大家都很害怕洛梨。你带我去，我帮你煮饭。穷死就是饿死，哦，不行不行，好啦，我自己慢慢煮。带种子会被扣下啊？真的假的？洛璃别哭，没有，大家就很害怕那个洛，就是，大家都不敢尝试洛璃牛奶。是应该蛮好喝的吧？啊，可是就是你们知道吗？我应该讲过，就是我不太敢喝牛奶，所以洛林牛奶基本上我应该也不太敢喝，因为我牛奶我光牛奶我都不敢，就是牛奶我就不敢喝，对，然后大家就都很害怕，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做洛林牛奶，大家很害怕。小心不能吃，可是我冰冰箱哎，应该不会坏吧？晚点小孩子跟你说，啊，我知道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但是我也对，但
是我现在这种直播台，对，我也不能说什么。种子或植物不能带，是哦，种子也不能啊，怎么那么严格啊，好严呢、啊、回锅不能带猪肉，真的假的，猪肉不能带啊，不过我应该也不会带猪肉，我带猪肉回来干嘛，带猪肉回来干嘛，不会带猪肉，没喝牛奶，没有，我小时候很爱喝，我幼稚园的时候很爱喝牛奶，可能是喝到怕吧，就是小时候很爱喝，一直喝着喝，然后喝酒就喝到怕了，然后后来就不敢喝了。前三天记得去医院做核酸。那是什么东西？如果我有记得的话，对，太熟会坏掉，真的。可是我明明想应该还好。没吃完的包子带出去，再带进来也被罚，真的啊、哦！中药也不行，哇，那啊，天哪，中药也不行啊，啊，那就是有些，哎、啊，药可以带吗？一般的药，就是我可能就是可能平常就有习惯在吃的一些保健食品，那些不能，那些也不能带哦。像那个瓦卡玛豆阿里嘎豆那个那个不行哦，药都不能，药不能带吗？你不是要听我听到你要出国的消息的想法之类的哦？对对啊，对，还是希望，对，我还是想听听想知道你的想法，对。 PCR 检测，哦，跟快筛很像，是不是？只是比较麻烦，是吗？药粉、药剂，那一颗一颗那种呢？去中带中药去澳洲？啊，真的哦，没关系哦。西药或科学中药可以，保健品可以托运哦。多拍点照片。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指定一张。哎、欸，对，那个十月生写真，大家要指定我啊、哦！虽然我还没发照片，但是要指定我哦。我跟你们说，那个拍十月生写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很晚的，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就是超赶的，我那天就是要赶着去搭末班车，就是。真的差点回不了家，对对，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赶着要搭末班车，所以我那谢谢点点点的告白气球，对，所以我那天就是拍完就快点换回原本衣服，然后就快点去赶车，所以这个月的照片我表情没有很急，只是这个月的业配照可能就会有点少，就是没有时间，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赶，所以没有时间慢慢拍照，所以我这个月，对，这个月谢谢点点点的告白气球，就是对，就是对，这个月的我发的照片应该就是会有点少，对，所以你们想要的就去指定吧，想要的就去指定，快大家去这个指定我，对，指定我的万圣节神写真哦，对，对，就是直接去指定我吧，因为我这个月真的就是照片很少，就是没有时间慢慢拍，所以对，所以我可能一篇顶多两篇吧，就是真的照片很少，很抱歉。就真的没有时间慢慢拍，没办法，太赶了那个时候。啊，祥玉，谢谢祥玉的祥玉，哎，谢谢祥玉的祥玉，这几个月都指定起来，对呀、啊、对呀、啊，多指定，身体会吃到十二月吗？可不可以讲啊这个？
反正我只能说，就是我是明年1月1号开始停，所以我所有东西就是都会到12月31号这样子，这样子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就是在12月31号前的东西，我都会有，对，就是这样 ，OK， 我就不解释那么多啦，你们懂就好。帮你挣赚一点，给别人小费，现在赚多一点，之后是给别人小费。笑死！哎，对啊，来赞助我国外生活费，拜托，谢谢。多啊，多多多！你是刺激的，嗯，哎，难道不是刺激的你就不指定了吗？哼，啊！难道不是你就不指定了吗？哼，那我不要讲了。哎，讨厌。哎、欸，就算不是也指定一下好不好？我就剩这么两个多月了，我就只剩两个多月了，多指定一点吧。都要指定，好啦，指定哦，你们多一点。我还要给别人小费呢，一餐300块小费，笑死啊、哦！好多、哦，真是的。五单留几张，延到2年后在一起。对啊，大家那个，嘿，存好，然后2年后一次握完好不好？握爆可以吗？握爆，握爆。自己组就不用付小费，有啦，我一定会自己组的，就是嗯，一定会自己组的，可能就是你知道，可能偶尔还是想要，就是啊，还是想就是哎，难得都来了，吃一下外面的这样，可能偶尔对，偶尔可能就是还是会想要吃一下啦，嗯，对呀、啊，也对呀、啊，对，还有买菜钱，对，对，我要赚一点买菜钱。体谅我加班，直播有时候都来班，没关系啊，很 OK 啊。哎、欸，我真的就是这个我很 OK， 我知道你在加班啊，我很了解的、啊，对啊，不用担心好不好？你不要担心这个我知道的，我知道你都很辛苦的在加班，为了要让我们开心，对我知道你很努力在加班啊，所以。所以你放心啊，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是我不会就是不高兴什么的，不会，就是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对，所以放心吧。不用担心这个，我绝对 OK， 我绝对是200%体谅的，一定 OK 的啦，不用担心。啊哈哈，到公园去买是吧？你可以现在先买，你可以埋在那个，埋在公司楼下。没有，开玩笑的。都发美食大餐照片，怎么可能？那这样子我生活不用过了。我跟你讲，我哎、欸，我出国的经济拮据，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讲好了，每个月就是1.2生活费。我妈还说省一点啊，没有了你就吃土啊。我跟你讲，我真的啊、哦，我出国后真的是经济拮据啊。我妈还说自己算好啊、哦，不要到时候没有了找我要，不会给你的。哎，好可怕。我就说啊，放心啦，我一定省的，我一定可以省的，自己煮，每天自己煮，一定可以省的。哎，什么？我没办法，你说加班吗？加油加油！你才刚换新工作没多久，这要加班也没办法嘛，对不对？你也不能决定。加油啊加油，嗯，
加油，你很辛苦，真的，加班辛苦了，加油，加油，加油。偶尔来跟我聊个几句，我就很满足了。那小费给他一包生血，他才不要嘞、欸！记账哦，哎，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有记过账。怎么改名都没有？你说都会被我发现是吗？刚帮我代购赚钱，应该没什么好代的，我觉得。不要被骗，不会吧？老妈嘴豆腐心，笑死。提前体验粉丝生活，哎、欸，真的，吃土，哎、欸，8点半了，哦，我要去吃饭，我肚子一直咕噜咕噜叫。啊，对，然后有一件事，我稍微讲一下，哎、欸，就是我就是讲，就是我就是想抒发一下，对，你们不要太放在心上，对，就是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做这行的，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追求一种成就感，对，所以就是不要说什么，哎，他家境不错，所以就不用多支持什么的，就是，其实还是会很难过，就是当你看到就啊，我的数量就只有这样子而已，这真的就是。跟家里没关系，这就是一种成就感，你知道吗？对，我对啊，就像你们自己想想，那为什么那些更加卡内莫奇的成员还那么努力嘛，对不对？就其实是想追求一种成就感啊。对，好啦，我就是想要抒发一下，不用太放在心上。对，OK， 那我念个排名吧。对，就是还是不希望，就是有些人觉得啊、哦，他过得很好啊，所以啊、哦，没关系什么的。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这个问题，是当我看到那个数字销量，是成就感的问题啊，对，就会觉得怎么就是都只有这样而已。对，懂吗？就是对我就是想，就是觉得讲一下，可能因为哎，我现在不讲的话，我之后想讲可能要2年后了，所以我想说还是先讲一下。嗯，不用太放在心上，我没有在讲，我没有在抱怨什么，我也没有就是我没有想讲说谁不好什么什么的，我就是觉得可能稍微传达一下我对这方面的看法，这样子。不是不想输给别人，这个跟、哦、这个跟这没关系，这个不是想输给别人，不是想不想输的问题，好不好？这是自己感觉，就是就算我是最后一名也没关系，但是至少我有感觉到、哦、大家对我的支持，懂吗？就是至少我感觉到了大家对我的支持，不是输赢的问题，真的不是，没有人想要去比，你知道吗？这真的是自己的感觉 ，OK。我懂你的意思，谢谢。对，就是，纯粹喜欢的支持，谢谢，好感动，谢谢你。对，好啦，念个排名吧。对，这是一种感觉，就是我有，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哇，大家有在支持我的这种感觉。对，真的不是什么跟谁比，没有，真的没有人想比，真的没有。这真的是就是自己看到会觉得哇，有人在支持我这种感觉，懂吗？就是一种成就感。所以你们不要啊！我是不该讲，我总觉得我讲了好像大家有点把我的想法想偏了。我跟你讲，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单纯就是好了。反正就这样子、啊、就是单纯觉得哦，有人在支持我很开心，这样子懂吗？不要扭曲我的想法，我真的从头到尾没有想跟谁比较什么的，真的没有，就是当我自己看到
我的数字的时候，我得到的成就感就是这样而已。OK， 就是我感觉到有人在支持我，这种感觉很开心，懂吗 ？OK， 好，别扭曲我的意思，大家懂就好。反正有能力支持就支持，对对对，就是对，就是让我们觉得有人在帮我加油这样子，对，就是感觉到有人在支持我，有人在背后挺我这样子，懂吗？传讯息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会不行？当然可以的，呵呵，一定可以的。那个余瑞，可以，一定可以的 ，OK 的 ，OK 的。OK，OK 的。之前也就单纯看到你直播就来这边，到现在。对，像你们直播来聊找我聊天，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就是让我感觉哇，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花时间陪我这样子。好，第十名花生什么树，谢谢花生。第九名 WZI 一生麻油饭，谢谢 WZI。 第八名心情不要低落的雨瑞，谢谢雨瑞，心情不要低落啦，开心点，开心开心点。然后第七名哭江，为什么你的名字也要变成这样，哭江，谢谢哭江。第六名德全，哎，你们是同名是不是？同那个，你们名字一样。谢谢德全。第五名祥玉，谢谢祥玉。第四名心上人翁洛璃，谢谢洛璃。讲到洛璃就会想到洛璃牛奶，嗯。对，哎，过几天真的要来做一下洛梨牛奶，不能再冰了。那个洛梨还在冰箱，还在冰箱里面，不能冰了。第三名青云，谢谢青云。第二名忍到明年才哭泣糖，谢谢哭哭糖，不要哭哭糖。第一名福福猫啊。谢谢福福猫，谢谢福福猫，帮我收集到我的新特效，放太久，我也不知道哎，我到时候切开看看好了。我还以为我可以正常不讲话，不可以哦，被我看到了你就是要讲话的。哎，拜拜，我这边大师，我比较不会说话表达，没事的，没事的。你的心意我都看在眼里。谢谢洛琳。安夏卡拉卡辛苦了耶、yeah, 谢谢晚安。嗨杰克晚安。辛苦也没有啦，我不辛苦，我哪有辛苦，我还好啦。我不辛苦，你们比较辛苦。辛苦工作的各位比较辛苦，大家都有帮忙的，对对，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帮助我集到我的小花花特效的大家，谢谢你们，哇，大家都帮我集了很久，终于集到了，好开心啊！好啦。你们应该之后每天都会看到我在用这个。好了，晚安晚安，大家拜拜，下次见，拜拜拜拜，晚安，青云下次见，燕婷拜拜，暗红拜拜，我今天老师拜拜，嘉阳拜拜，祥玉拜拜，福猫拜拜，CJ 拜拜。
拜拜，苦力鼠，晚安，晚安，博翰，晚安，饿肚子，不会不会，晚安，雨瑞，拜拜，你也好好做准备，会的，我会的，谢谢卡丘，拜拜拜拜，李真嗨，拜拜，洛璃拜拜。福猫拜拜，阿翔拜拜，小猪拜，我有漏掉谁吗？暖风拜拜，小男生拜拜 ，KX 拜拜，小白兔拜拜，好 ，OK， 拜拜，拜拜，小白兔拜拜，好 ，OK。